我是丰田，我好疯癫，丰田好疯癫。Yo, what's up？ 丰田好疯癫，今天的我有一点不一样哟，看得出来吗？很嘻哈，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今天有带一个 my homie 来 ，Come on, my homie。What's up? Yo, what's up? 我是秀 ，A.K.A. 梦住宿。What's up?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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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omie, my homi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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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那为什么今天呢有龙俊送来呢？是因为因为我们今天我要把阿跟阿月一样严格的一个饶舌歌手叫热狗。你刚刚在学他吗？像吗？听不出来。会，你会被骂。刚刚学的很烂吗？对，没错。等等呢，我们要访问热狗。没错，这次狗哥带着全新专辑要来做客丰田好疯癫啦。哎呦，这是 MC 阿热狗 ，AKA 废物 ，AKA OG 呀。哇，太帅了，气场完全不一样。其实我想真的，我这最新专辑叫做废物，对，叫废物，废物。然后它是一张很废很烂的专辑，很废。所以完全不值得介绍，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 CD 全部丢到。这是一张完全不值得你们浪费口才介绍的专辑。当我没有发过这张专辑，我没有来过。我们今天就来聊天，这张专辑不值得一提，真的。那我今天谢谢大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饶舌废，像你的专辑一样。我觉得是怎么讲？是我的废是一种态度啊，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不要太去计较什么东西，就是太去追求什么东西，就是顺其自然。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获得很大的快乐，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废是有点这种别无所求，然后大无畏的精神，这样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对。就是这废物饶舌的态度，让丰田和柳俊硕争着要当狗哥徒弟啊！当然，这拜师学艺少不了那一点心意啊！我没有准备礼物要给狗，真的吗？真的。那我们先拜师礼，这个不漂亮。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明日花骑摩的，你认识他吗？一个 AB 的，真的哦。我喜欢那种变态音乐。哇，哎呦喂！我笑一下，觉得哇，哎呦，真的，可以。你会打吗？没有，一些海鲜的。没有啊，就是好了，下一个挑一个比较那个，只是健康一点的。OK 啊。那里面有更多刺激的。哇，谢谢你，谢谢你。我也是比较肉欲一点的东西，我现在来的东西哦，不简单，这个有肉感，哎，不要，尴尬，你知道这种非常 old school 的礼物呢，就是因为比较自古以来，现在期待肉类入境不容易，哦对，所以你是冒着100万的风险，没错，心意我上了明显，对，他比较喜欢我的礼物。街外接下一连串的比拼，两人可说是有备而来呀、啊。首先，性格大比拼，谁能深得狗哥心？好紧张，记得吗？我最喜欢这首歌，真的。还记得吗？快开始。记得那年，我穿那鲜黄色的裤，我小时候都是 TU， 喝完酒的那天哭了，在我左手臂上纹了骷髅。那时候每个都有 ICQ， 嘿、hey, ，你还记得吗？那些阿妹妹的妹妹，我兄弟带我去小豆干的屋，还有那些小姐姐大姐姐家，baby 呀，baby 记忆越来越模糊，嘿、hey, ，你还记得吗？我一个晚上。
山吞了虎哥，散不惯的地点没有狗仔没有谷歌，有时候怀念那个年代觉得比较简单，现在每个人都披着头上穿背靠在简单，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却也最坏，最暴烈的时代他要你跪拜，现在讲究流量那个我要么跪跪，但我总在问我是否还是你的最爱。Do you remember? 谢谢。哇，紧张到感觉他有一点天分跟有点练习，因为一般这种说唱东西，就是即便你这样唱，他也有时候一般也做不出来那个感觉。对，其实我觉得你那个节奏感不错。好，那我的以后的路线都是玩嘻哈。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要怎么愤怒？早就已经没有酒了，你被微醺困住。你已经如此幸运，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已经把头低下，他们说你还欠他一句道歉。已经没这么好玩，该怎么幽默？没中就捏爆自己，搞完饭自称大家伙。没有，我只站起来了。手指头，我把自己都解解谱了，场面就要失控。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还在害怕什么？你曾经不停的战斗，你这次为谁而活？别再去哭，够我哭，够我辛苦的说，那些都不是我。衣服越穿越回去，越觉得赤裸。所以现在，行，因为他自己有在写歌，所以我觉得他专业性就不用想了，对。A B 扑克牌的份上，我就要把这个给他。他是真的专业的，对啊，他是真的比较就是有那个地基有打，对对对对对。这局俊硕略胜一筹，接下来这项考验可就不一定了。Rap 超会吹 ，Rap 超级强。决定了最后你有 freestyle 吗词汇的选择权哦。叫我 freestyle， 我现在没有退路，但我不是一个废物，不要当我哈巴狗，我认真起来像是个杀手。现在是我在主持，我很自在，让你知道这是我的爆裂时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你害羞什么？你是老舍歌手，你要要害羞什么 ？OK， 气上啊，是吧？对对对，要害羞要有。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But do you remember 我的饶舌 freestyle 不是免钱的，我也想要回家吃个热狗堡。热狗听到我的歌说：“哎，这首好。”我刚刚完全没有语病，让我亲手把你的肺玉清。哦。直接给这个人，上面，一拳就大开口。我最近那个宣传期比较长，长版的，我可以等宣传期完以后。你心目中的第一，蝼蚁跟太可怜。
下。现在我有点废物。要啦，要啦，要啦！再怎么废，我刚才新专辑叫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对，大家多多支持啊！派对呢？派对呢？派对，说好的派对呢？再会了，没呢？为何只来了派克特？我揶揄自己不懂你的心，揶揄的全部滚回去懂你的音。没有派对，那证据要怎么拼？消失的押韵怎么全部变成 your me？